Konnichiwa，我是吐司。平常都是左手操控键盘，右手操控滑鼠的我，今天把他们对调来玩船战，还有办法好好玩下去吗？在影片开始之前，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的连结加入我的 Discord 群组，才不会错过任何直播和影片通知，也有机会跟我聊天。之后也会有抽奖的活动，这么好的福利还不赶快加入吗 ？OK， 废话不多说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开启那大大的铃铛。我们开始影片吧。OK， 各位观众，现在是我们的第一场。OK， 这个右手操控键盘，左手操控滑鼠的床战。OK， 我们现在哇，然后 O 吗？啊，对对对，然后前进，然后右键。Shoot 放上去，然后哎，这个要移过来，然后哦，然后我们现在可能要去打绿队，绿队哇，绿队太快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样子吗？前进，然后跳，然后盖，滑鼠。哎，绿队来了 ！Oh no！ 左键是攻击，左键攻击。哎，等一下。好难哦 ！What the hell？ All right， 各位观众，现在是我们的第二场。我现在我觉得操控滑鼠是最难的。等一下。这边过来 ，OK， 我们可以去拆看看粉队吗？我们去看看，可不可以叠过去？哎 ，shoot， 按住，右键，哎，我没按到 shoot 哦 ，nope， 然后过来，有，我们在叠了 ，nice。我们应该可以安全到对面。Oh no！ 这样子应该可以。定高一下。OK， 有，我们到了 ，OK。好，那现在是粉队已经没有床了。哇，中岛还有红队的样子哎，要不然我们就过去，先过去好了。哎、欸，我们应该可以至少杀一个人吧 ？Nope， 我们今天目标不是赢啊，今天目标要杀一个人就好了。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等一下，太挤了。Bruh. 然后。瞄准一下，哎、欸，我们床爆了！等一下，他居然绕那边过去！等一下，他待会难怪我就完蛋了。哎，我还活着 ！Oh my god， Oh my god， 等一下 ，No， 哎、欸，观众们。这是第三场 ，OK， 我们今天就玩个五场就好了，根本赢不了。先来个，哎、欸，我们拿火焰弹砸人，那如果他死了，我们就算完成今天的任务了 ，OK， 可以吗？拜托，哎、欸、，Oh no， 没砸到啊，哎、欸，这样子，前进一点。后退，然后右键，有，我们有在点。我们先到中间，想尝试速叠。哦，有，我们刚有一格速叠。左键，攻击，人呢？攻击，哦，差一点。
Stop the cap。好哦，各位观众，现在是我们的第四场，然后哇，真的是一帆风顺啊，各位，真是一帆风顺。我只是想要速叠。OK， 然后等一下 ，Oh my god！ 等一下 ，Oh no！Oh no！No！ 等一下 ，No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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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 my god！ 好吧，各位观众，我觉得今天可能做不了这个任务了，你知道吗？哇，杀一个人这样子更不简单啊！这个光是电桥都有困难的。现在是我们的第五场齁，然后没错，我现在毫无进度。欸，是这样子吗？哎呦，欸，换一下，然后哇，清队要来了 ，Oh no， 他摔了 ，OK。谁来告诉我什么速叠？什么叠桥 ？Oh my god！ 这样子吗？这样子 ，OK。右键。他往上垫了。Oh no！ 等一下，他在哪里？他在 ……Oh my god！ 他上面。哇，等一下，如果没记错，这个好像很强哦。这个。以我现在的操作，谁都很强 ，OK， 谁都很强。别、啊，哎、欸，我成功杀掉他了 ，OK， 这算是完成我今天任务了吧？我们完成任务是不是就可以换回来那个原本设置 ？OK， 我们换回原本设置好了 ，OK。哇，真的是反差好多哦！这样玩下来，我都快要不知道我是不是在玩麦块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哇，玩了还是熟悉的味道最对味啊！哎呀，熟悉味道最对味。哎呦！不会想到我突然会速叠吧？哎，这个青队，他一定很惊讶，这亚马不够哎。Hello， 新队，我被杀去 ，Oh my god，What the fuck was？ Hello， welcome to my YouTube channel， guys。Today I am going to make a new video， so please。Okay, thank you.